陳志全議員。主席，今天莫乃光議員的動議辯論議案其實就沒什麼好辯的，資訊自由、新聞自由、網絡自由，咁當然係要捍衛啦，唔通要收緊咩？係咪？就算有人個心係咁諗，我諗佢把口咧都唔敢咁講嘅。不過好在我哋個立法會咧就有個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葛佩凡議員提出咗呢個咁別出心裁嘅修正案咧。先至由一場各自表述的演講比賽呢就變返場呢有啲辯論價值嘅辯論。不過咁即使葛議員呢嘅修正案呢佢都唔敢亦都冇啊刪除莫乃光議員原動議裏面呢嗰啲重要字眼嘅。佢只係刪咗鑑於同埋以，總共刪咗你三個字啫。不過呢就加咗109個字。呢109個字呢就足以令葛議員呢今晚有可能啊成為高登女神。葛佩凡呢三個字呢可能會紅遍互聯網，甚至衝出香港飛升國際。當然啦亦都有可能呢成為葛議員口中嘅自證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變成佢口中嘅所謂網上欺凌嘅對象。不過想指出一點呢就係公眾人物啦尤其是政治人物呢就好難話人哋網上欺凌嘅。都係嗰句食得鹹魚抵得渴即係你講得出呢啲言論人哋就有得回應。如果有呢個網上欺凌法呢第一個呢就梁振英或者唐英年出嚟呢要告全香港市民啦。睇返葛議員今日嘅修訂阿好字好菩薩心腸啊擔心資訊自由會令到啲心智未成熟嘅青少年受到不良資訊嘅影響係身心受損其實係佛口蛇心。佢嘅講法令我回憶起過往唐英年都擔心青年人係車毀人亡李慧瓊議員呢又擔心通識呢令到學生太了解佔領中環我不知道這三個資訊自由、新聞自由、網絡自由怎樣令到青少年的身心受損難道你覺得調翻轉講資訊封鎖的北韓或者是中國大陸官方過濾了資訊才讓青少年去接收反而是有助他們的身心健康成長嗎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是概括世界一切推動進步而網絡自由就是比青少年不完全受到僵化制度和官僚文化所限在網上可以發揮他的創意觸發進步的可能通常啊，反而是帶有啲家長式、霸道式嘅人，以為佢揀啲乜嘢俾你食係對你最好嘅，甚至咧佢驚你吞唔落，佢要幫你嚼埋，嚼完咧分出嚟，再喂俾你食，先至係對人好嘅。反而呢班人咧，自己先至係身心最脆弱，佢哋唔識點樣去面對世界，喜歡生活喺一個小圈子裏面呢啲人我先至最戥佢哋擔心。他們的身心至最易有問題最易產生一些變態的行為而不是青少年人我自己都是做傳媒出身的即當年呢傳媒就是一個單向的傳媒、電台、電視台、報紙是單向的資訊提供者觀眾、聽眾、讀者是受眾當其時呢的而且個規管是比較多我哋初入電台呢就首先要讀嗰啲廣播守則啊節目守則啊廣告守則咁裏面好多嘢呢都話俾你聽唔講得㗎即係好似而家好多議員講嗰啲咩大鑊啊奶嘢啊吹雞啊呢完全唔講得嘅會收信嘅以前但係而家我哋直播啦我見啲議員啲女議員都係咁講大鑊啊咁樣都冇嘟佢啊冇收信啊其實呢就係而家嗰條線呢係越嚟越寬鬆咗因為亦真係冇得管
很難管。剛才有些議員擔心那些所謂的淫褻、不雅、暴力，其實現在已經有淫審條例去規管，有誹謗法，如果你們覺得不夠的，可以在那方面去再去提出意見。但回頭說，今時今日這個叫做 2.0 的時代已經來了很久了，觀眾、受眾和傳媒已經不是一個單向的關係，而是一個雙向甚至是多向的關係，他們都是資訊提供者，都是節目提供者。即我自己都做過網站的負責人，真的很難管，亦都沒得管。即是這樣，我有個討論區，你放一些淫褻不雅的東西上去，跟住之後轉個頭你就去告我，話我個網站有呢啲資料，即係都得嘅。即係除非就係你哋個網，即係譬如民建聯放 YouTube 就唔俾人哋留言，咁就可以避免咗呢啲，即係一個叫做受眾都係資訊提供者。我想講即係最後想講就係、是、大家好擔心香港嘅競爭力排名下降。但是莫乃光議員原動議裏面講的三個自由，就是要捍衛香港的競爭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強調，社會資本是源於公民對政治和經濟體系的信任，要維持這個社會資本，要特別警醒留意媒體經營是否試圖控制報紙、電視和廣播的言論，亦都可以用公共的力量支持有助多元媒體發展。所以呢，想香港繼續是有競爭力，繼續可以排名在世界的前茅，我們最基本要捍衛的當中一定要包括莫乃光議員所提出原議案的三個自由。雖然呢，我相信沒有什麼議員敢反對，但是不知道你最後會不會棄權啦。你發言時間到了。